他这里，他这里哈。但现在要进行我们青少年组的这个挑战赛。那上周杨志浩演唱《痴情玫瑰花》，虽表现优异，但只获得89.8分的成绩，因而记上第三点，惨遭淘汰命运。好。有看到台版的公子雪，真的，笑起来眼睛会笑会发亮。关灯怎么关的？第一次上这种台，对啊，其实我觉得不要关，我觉得你当时把这个歌唱完整，不要关了，不要关，不要了，啊，没看到，关了就什么都没看到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在怕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在怕什么？你那个位置给阿妈坐了，不然阿妈抱你坐吧，阿妈抱你吹蜡烛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妈妈帮你吹蜡烛。他会怕蜡烛。你会怕蜡烛哦？为什么怕蜡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个什么要关掉？电风扇。电风扇。有了有了。好。他会怕蜡烛了。为什么？妈妈，你坐那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怕蜡烛？为什么会怕蜡烛？啊？你要唱啊？你会不会唱？唱。好，真是乖。快点，快点！我猜。啊。蜡烛啊。嗯。生日快乐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了好了，那我们赶快唱。好，祝你说祝阿妈做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说阿妈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阿妈生日快乐。阿公坐这里。好，阿公坐这里哦。你说要说什么？你说阿妈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你说阿妈生日快乐。你说阿妈生日快乐。再一次。来，阿妈生日快乐。好，我们一起吹蜡烛，来。你干嘛？叫妈妈、爸爸帮你吹。好的。你都不敢看，好了好了，再讲，再讲，再讲。好的，好的。你管那职业？啊，你看镜头。你看嘛，看阿妈，看看爸爸手机。看爸爸手机，我们跟这个一起拍。啊，看跟爸爸手机。看爸爸这里，看这里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你不要光看蛋糕啊，看爸爸。一二三。好。来，亲阿妈一下。啊，亲阿妈，对对对，亲阿妈一下，亲阿妈一下，亲阿妈一下，再一下，亲久一点，亲久一点，亲久一点。哎，真的很久哦，亲久很久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热吗？电风扇，赶快。有了，可以开了，可以开了。妈妈没有许愿。没有许愿，现在许好了。补一下，补一下。补一下。补一下。啊。啊。妈妈许愿。许愿，那我妈在干嘛？看我。哈哈哈！快走，祝妈妈生日快乐。千羽爱你啊、哦。等下我给阿妈吃。对。好好好，不许拿。不许拿。万家香洁净双标系列，百分之百全酿造，减少人工添加，好，原料单纯。阿妈拿你的手手切蛋糕，好了。吃蛋糕，吃蛋糕。好。要吃吗？你说我想吃蛋糕，你说我可以吃蛋糕吗？谢谢阿妈。你要说谢谢阿妈。哎呦！哎呦！